另外来看，顶日个警察咧追捕持有手枪的嫌犯，发现隐蔽伫咧山顶部的公寓，但公寓隔壁是幼儿园，警察首先先搜身70多名的学生，然后才攻入去嫌犯住的所在。这边新北市刑侦分队会同山顶部花莲新城和刑事局做伙追捕。警察以定不清攻击去嫌犯住的所在，其中有两个人秘去隔壁栋的幼儿园，加在警察早就先疏散事先，当场将两名嫌犯抓起来，随后伫后壁的露台抓到另外一个嫌犯，嘛查到大量改造枪支和毒品，专案已经移送地检署侦办。